韩国男团 NewSW 队长 JR 金钟元呢日喺香港举行首个个人签唱会，现场早就逼满咗几百个 fans 啦，准备同偶像一齐过圣诞啊嘛。JR 一出场就引嚟全场尖叫啦，之后佢哋喺台上面大玩游戏。又一齐跳舞，难得嚟到香港 ，JL 又有冇好好咁去玩下？어일단은홍콩에오면제일해보고싶었던게쇼핑을해보고싶었어요근데오늘도마침 WTC 가쇼핑을많이할수있는곳이잖아요그래서오늘또시간이좀나오면이 WTC 에서좀구경하면서보고싶기도하고요또홍콩야경이굉장히이쁘다는것도많이알고있어서기회가되면홍콩야경도정말보고싶다는생각이듭니다咁唔知 JL 又有边位想合作嘅香港歌手呢예전에그시상식을보다천희신선배님께서하신무대를봤는데너무나멋있으시더라고요그래서저희멤버들과다같이천희신선배님과같이할수있다면너무나영광이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을갖고있는것같아요之后唱歌和演戏又会比较想挑战边方面呢일단은너무나해보고싶은것도많고많은모습들을또보여드리기쉽기때문에이렇게하나를특정해서뽑기보다는좋은기회가있다면정말최선을다해서열심히다할예정입니다